光影之美车之贵宝摄影比赛将于11月2日星期六下午3点在 King's Cross Hyundai 经销商举行，定格留住典雅与气派，捕捉佳丽最动人一刻。2024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8位候选佳丽亦将首度公开亮相，立即登上大会网页 www.torontochinesepageant.com 报名参加，截止报名日期10月25日。光影之美车之贵宝摄影比赛，场地提供 King's Cross Hyundai。